走，出发，彩排现场，我们去唱歌了，去唱一下，唱一下歌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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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看过的时候，看过的时候，就差不多唱的很好。吹来像落叶，走到最后，总有憧憬。那下来的自己。呀，那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他这个录影棚有好几层。OK， 我们现在从二楼休息室，现在直接到一楼的舞台。好久没有这么正式的舞台了。